小白测评数据库从2017年上线至今已经有大概4年的时间了，从最早期的图片啊到便捷的小程序，我们在不断完善。近期我们的数据库小程序也完成了第二个大版本的更新，使用过我们数据库的小伙伴请扣个一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库是我们测评内容的重要指点啊，在期间也收到了很多鼓励，同时也有很多小伙伴有质疑啊，比如很多小伙伴觉得小白的视频呢就是在念参数流程化啊，没什么价值。这个可能就是数据和参数有的时候都是数字啊，很容易形成这种印象，我们也并不否认啊，但我们想说的是数据可不是参数，数据是不会凭空产生的，更不能随手捏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就给它测出来。本期视频我们就好好聊聊数据库，还有最重要的我们对于测评这两个字的理解。经过这两年的探索和大量线上线下的调研，我们探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数据库测试模型。这份小白测评数据库测试手册有17页，9个章节，完整的记录了我们所有测试流程和测试规范，当然它也是在不断完善之中的啊。大家在视频中看着可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数据，但是每个项目都有非常严格的测试条件，完整的跑一遍这个数据库至少需要3天的时间。虽然视频中可能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句话，但每一个数据的背后工程量都非常庞大复杂，实际产出可能需要几个小时甚至1天的时间。而且一旦测试结果出现异常也需要反复验证，这个数据库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统一变量。当我们拿到手机第一时间要检查一下系统有没有更新，这里我们把续航作为一个详细案例给大家展开一下。第一步，布置测试环境，装空调，将房间恒温在25度正负1摄氏度。实际操作中，我们会尽量控制在25度正负0.5摄氏度，让环境更加统一。毕竟温差对于数据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也是小白测评数据库全部测试的最基本环境。第二步，设置机型的标准测试条件，将手机的亮度固定在350尼特，声音调节到50%，连接同一个 WiFi， 而且要关闭双 WiFi 或者有智能调节等选项。第四个，关闭性能模式等等等等，还有非常多测试条件就不一给大家念了。还有第三步和第四步都是各种统一性的设置。单王者荣耀就有数十项限制条件，每次测试设置都必须完全一致。接下来还有半小时的视频录制、视频播放、淘宝、微博等等，都需要把这些软件全部提前设置好。5小时续航测试项目里，增加了1小时的王者荣耀和1小时的和平精英。和平精英又有10个统一设置项目，估计你都听反了啊。第五步终于要开始测试了。全部设置完毕之后，将手机重启，排除未知的影响因素，这样就是让所有手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然后插上电流表，充电至涓流充电结束之后，手机完全充满。当然，对于高速瓦数充电的机型，充电时候可能会发热，我们则需要等待手机冷却到常温来进行测试，按照顺序依次跑各个测试项目，测试期间不停顿，每个项目测试结束，截图记录电量，清掉后台，再进行下一个项目，连续5个小时，直到所有测试项目结束啊！如果实在憋不住了啊！让其他数据的小伙伴得帮忙顶一下，上个厕所什么的。单续航测试这一个项目，大大小小的限制条件呢，加起来有80条左右。虽然大家看到的视频中只有剩余电量3小时和5小时这最后的两个数字，但实际我们可能需要花费数个小时去准备，再花费5个小时去完成测试。我们也经常看到小伙伴在说啊，这个我的自己的体验和你们数据库的差异很大啊，因为大家用手机都是非常随意的、个人化的。我们为了数据更有对比性和参考性，必须统一众多复杂的变量。20馆应用2轮打开测试，这也是大家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项目啊，因为这是一个手动测试项目，我们也标注了这个仅供参考。为什么必须要手动不写一个脚本？这个是由于各种 app 的开屏广告不确定性啊，它必须得手动。关于测试条件和环境，我们就不详细展开了。整个测试至少5遍，多数情况下则会更多，因为要去掉其中明显异常的数据，取普遍正常数据的3遍平均值。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啊，实际可能会各种因素导致测试失败，比如有的手机屏幕突发不够灵敏了，或者非常偶发性的黑屏卡顿，都需要重来。若出现连续测试失败，则还需要重新将手机冷却到常温，重启之后再进行测试。在测试中低端机型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是家常便饭了。虽然最后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数字啊，就是多少多少秒，但是为了得到这个结果，我们可能要花费好几个小时。还有就是大家普遍都比较关注的原神的游戏帧率啊，具体的测试条件和方法我们还是不展开了，这个意图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小白测评数据库的数据绝对不是什么参数啊，用尺子量一下
下就可以了。你在视频里看到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有非常多我们探索了无数次，经历过 N 多次的失败， N 多次的优化的各种限制条件，所有机型全部统一标准。而且最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数据库不光免费，而且这个数据模型也不是黑箱测试。这份4000字的测试手册，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在小白测评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小白测评数据库测试手册这几个关键字来查看下载。如果你更加极客一点，甚至可以拿一台手机完全按照数据库的测试流程自己跑一遍，自己感受一下，但是得花费个几天的时间。我们的数据库小程序 2.0 也已经全面更新，这次界面设计更加合理，看数据也更加的方便，而且新增了很多新功能。在 2.0 的版本里，我们新增了单个机型的详情页面，查看单个机型的所有主要数据，点击排名就可以看到对应的详细榜单，点击榜单中的机型又可以查看单个机型的全部数据。我们在右下角增加了按钮，可以移步返回主界面，方便快捷。第二个重点就是在一级的九宫格界面里面增加了第一个啊，这个数据对比，你可以通过品牌选择需要对比的机型，对比你想买的两个手机的所有的数据。第三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增加了互动模块，大家可以查看热搜榜，知道目前机友们都在关心什么手机，你可以在单个机型的详情页下方吐槽评论，和其他小伙伴进行交流点赞等等等等。当然很多小伙伴也提出过很多疑问，比如老机型的数据问题，这个是因为这套测试模型呢是在不断优化的，旧数据是无法跟现在的直接对比的，所以就移除了啊。如果复测的话呢，这个工作量真的是巨大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确实没有财力物力去给老机型做大规模的复测，一般情况下我们将保留一年半以内的机型数据啊，这样更具参考性。至于一年半以上的机型数据，由于更迭的版本特别多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电池损耗的差距也比较大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啊，它测试出来的数据对比性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不展示了。还有一个在之前掀起过大家讨论的啊，就是为什么你们数据库在测试的时候不插卡？原因就是如果插卡，这个变量将会变得极难控制，几乎没有可操作性。插卡加上流量数据的测试，影响的因素真的实在是太多了。首先运营商就有三家，然后 4G 还是 5G 基站的信号情况到底怎么样，不同时间段基站的访问数量也不同等等等等，而且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点这个信号差异也比较大。无论怎么测试，其实我们之前也自己都探索过很多遍啊，都不可能统一所有标准，连 70% 都不可能。这样得出的数据其实是没有什么对比性，没有什么参考性的。我们目前的测试是全部连接工作室专用的测试 WiFi， 确保网络的一致性，增加数据的参考性对比性。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使用手机的习惯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数据库的测试模型在可操作的基础上会不断的去模仿人们的日常使用习惯，但是它绝对不能做到完全相同。统一变量，统一对比，给予你参考，这是我们现阶段能力范围之内能为大家所提供的。其实数据测试是一件极其枯燥且耗时耗力还不容易出成果的工作，没有一个数据测试模型敢说自己是完美的，测试模型肯定要随着用户的习惯还有移动互联网的变化而变化。在这里我们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啊，在早期的数据库视频播放环节，我们采用的是 720p 的标准，当时很多人就说啊，这没啥意义啊，现在都是 1080p 了，甚至 2K 4K 了啊。这就像是我们之前国人都在用多少钱的手机那期视频中说的一样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信息茧房理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上 B 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各个网站的会员。如果你有会员请扣一，没有的请扣个二，大家可以走波当步。你没有会员就意味着很多视频你都看不了 1080p。经过调研和大数据，在当时啊，采用 720p 是更符合绝大多数人标准的。但是很多小伙伴他长期开 1080p， 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些误解。目前我们的数据库 2.0 有7个大项，26个测试小项。这个数据库的核心测试原则就是统一性。你在购买手机的时候看测评，其实就是想了解它到底怎么样嘛？在同价位对比中是不是最适合你的？无论未来的数据库怎么变化，添加什么测试项目，它的统一性核心都不会变，因为只有这样的数据才具有对比性和参考性。大家看完了就能简单明了的知道这台手机的优劣，适不适合自己的需求。数据库目前不算视频露出的频次啊，单小程序有120万的用户，每天就有20000个小伙伴查看各种各样的数据，2020年被查看过几千万次不同的数据。
小白测评数据库2017年10月26日正式上线，目前已经持续更新了3年零8个月1342天，经历了5个大版本的更新，100次以上的细节测试优化调整，累计测试了300台以上的机型，实测过不同机型的续航、充电、发热、帧率等等约6000项数据。而且我们一直秉承着免费分享的精神，去掉所有意外，按每台最短啊3天的测试时间来算，我们光花在测试上就有900天。如果各位小伙伴查看过或者参考过我们的小白测评数据库，之前没有要过啊，本期可否给我们一个3连？没有投币点赞也行啊。我们将继续努力，继续完善，始终做你免费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小白测评数据库建立的初衷是我们发现测评这件事儿啊，主观评论肯定是需要的，但是不管你怎么评论，争议或者个人喜好、自我倾向，它都是需要实测数据作为你测评内容的支撑点的。举个例子啊，比如我说它续航一般，不是在这空说的，我们是有数个小时的实测续航数据来说话，来做对比的，并不是在这跟你瞎扯。比如说它帧率怎么样，我们也是有一套帧率的测试方法来告诉你具体它是多少的。我们觉得这应该就是体验和测评的区别，当然这是我们个人的定义啊。其实在过去的这2年，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手机测评的方向啊，直到我们确定了整个频道的核心属性工具性。这个频道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以数据库为核心的一个工具性非常强的数码频道，而且内容端是全网分发的，所以我们不单单只服务于极客类的这群数码玩家，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都能通过我们的视频内容或者数据库对手机数码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辅助更多人的购买决策，这就是我们这个频道存在的意义。手机数码绝对不是小众的狂欢，而是每一个人都在使用的日用品，从小朋友啊到老年人，每一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要购买手机。有些人是懂手机的啊，像很多看视频的小伙伴是吧？当然也有很多小白用户，他根本不懂，他根本不了解。当他们在纠结两款手机购买哪一个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数据库能为他们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比如说两个手机哪个的续航更好一点，哪个游戏帧率更高一点，这个就是我们数据库存在的意义。作为一款工具，服务于所有需求的人，就是我们这个工具化频道要干的事儿。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依然会坚持以数据库为核心的手机数码测评，同时我们也会定期规划深度探索性的测评内容，或者是更有社会意义的泛科普类的内容啊，比如说照片的那期，比如说盲人的那一期，类似于这种视频，还有就是手机简史。我们力争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以工具性为基础的多元化测评频道啊，做全网第一工具人。大家把工具人这3个字打在公屏上。 OK，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更多的任何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希望我们这个工具人能够为你带来一些帮助，记得给我们的视频点赞3连，特别感谢。不忘了你，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